多伦多大学工程工程专业细分8+1 programs， 成绩优秀者可转专业。第一类 Track 1 1+3 years 适合申请大学时未选定工程细分方向的学生，大一学习工程类通识课程，大二定专业。第二类分为8个方向，四年确定专业方向课程。1 Chemical Engineering， 2 Civil Engineering， 3 Electrical Engineering， 4 Computer Engineering， 5 Industrial Engineering， 6 Materials Engineering， 7 Mechanical Engineering， 8 Mineral Engineering。第三类 Engineering Science 属两年通识课，比第二类更加深入，加两年专业课，被认为是多大工程系含金量最高的工程方向。多大工程专业申请要求：12年级选课，成绩要求、课程要求 TOEIC 6 5+1 英语、微积分、物理、化学高级方程、英语 Mean 70%， 建议12年级平均成绩达到92分以上学生申请。活动获奖，多大会评估申请者9-12年级四年来学习历程、课外活动、AP 学分课及考试成绩、获得奖项等。其他申请者需要另提交申请文书加参加面试。